肖战问鼎双十一最想表白男艺人，超高人气再获认证。近日，随着双十一的到来，由某平台举办的阿乐杯心愿企划之双十一最想表白的男艺人评选结果出炉。在这个由无数网友们投票评选的结果中，肖战成为了大家最想表白的男艺人。不得不说，这次的评选也是再次认证了肖战那超高的影响力与人气。而肖战能被无数人们评选为最想表白的男艺人，可以说也是从侧面再次认证了一点，那就是在事业上不断前行的同时，肖战也是凭借着自身的才华走入到越来越多人们心中。当然，作为一名在娱乐圈异常耀眼的男艺人，肖战能被越来越多人们喜爱，其实与他身上那无与伦比的魅力绝对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他不仅拥有世界级的颜值，也拥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善良的人一定会被更多人们所认可。这句话可谓是肖战这一路走来最真实的写照。因为只要稍微了解过肖战的人们都知道，他从出道以来不仅一直积极在传递正能量，还积极引导粉丝们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他自身也在不断的捐款，甚至早已加入到了韩红基金会当中，为的就是尽自己所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毫无疑问，让更多人们感受到温暖的肖战，也是让所有人都深刻地认识到了他究竟是一位怎样善良的人。另外，众多的网友们在看到肖战问鼎双十一最想表白男艺人后，也是纷纷留言讲述了自己对于肖战的喜爱。诚然，肖战能从众多的明星中脱颖而出，并走入无数人们的心中，其实也是他被越来越人们所了解的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也可以说是一个必然，因为优秀且善良的人不仅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也一定会得到更多人们的支持与的喜爱。就像此次肖战被无数人们评选为最想表白的男艺人，就称得上是他超高魅力的最好见证。肖战，